大家好，小野，今天我们继续到山里面采蘑菇。因为昨天那个收获嘛，实在是不理想，所以我老叔和我老婶都打算在家里面休整一天，明天再去。而我的话，继续到山里面采蘑菇。今天我将是单独一个人，挑战一下我一个人能走多少。走，我们现在赶快出发吧，去老屋子里面看一下。好好好。你看，终于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朵。咦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，坏掉了。拿吃了，拿吃了，要不成了这个。好好好，朋友们看到没有，终于干到了，来搞起。大家遇到了我堂弟，给他感受一下。我的天，你可以在翻哦，三洞。哇，看到没有，哇塞，这里还有两座大的，我们周围好好看一下，这里面这两座更庞大。加速加速，哎，终于干住了，终于干住了。刚才那几都是上面这里扒的，然后回过头这里，噔噔噔噔，又干到了，来感受一下。今天运气不错吧？继续继续继续，看到没有？呀，远远的就白点白点的，这个地方一躲，然后慢慢的转过来，这里看到没有？一定有小蚊子在叮人家，好多的个小蚊子。在上里面找菌要注意这个蚊子，蚊子叮的地方就有可能有这个菌了。还是嫩咕咕，相当不错。是一朵枸杞，哎呀，还行，继续加油。旁边这里还有一小个，哎，这个是没掉了，拿着算了，给他，被人家踩到碰到了，估计是。哎，这个地方又发现了。还行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这里又有发现了，生往下面藏着啊，这里也有看到，下面这里现在我们准备顺着这条路找着回家了，太难找了，过一会给大家看一下收获。休息一下，准备回家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收获吧。最棒的就是两朵，还是嫩咕咕的，随便找了一点点，可以够吃一顿了。今天你做大抽吧，收几分卷子啊？今天两三次啊，嘎，哎，这小饼还是不错的，太难干熟嘛。到底不是找假饼了，找鸡菜啦，随便吃。你看他找过一次卷子那个，
太热了，主要是这个天气，观察也观不住了。再再再，回家生活，回家生活，高铁。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了。本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的，还是很不错的。今天请了一个大厨来，还是你是大厨？大厨炒的好吃没？叫大厨炒的给你吃，小哥，觉得我炒的不好吃。有没有虫扒开就知道了，所以是这夹子干不干的，还是不在虫咬。他们切玻璃刀个，别切太狠个。提上一点腊肉，要回去休息再用一个。上小黑锅，搞上一头猪油。搞上一点盐，腊肉搞进去，好香。倒入个野生菌，这个都是我们这边最喜欢的吃法。刚才看到油还挺多的，现在全部被吸进去了，所以炒这个菌嘛，油要稍微放多一点，不容易糊这样。还是那句老话，炒的时候要不断的翻滚翻炒。大蒜花椒搞进去，我们这边吃这个野生菌都比较喜欢搞这个花椒，感觉那样弄出来更香一点。青椒搞进去，再搞点铲铲鸟。搞点铲铲嘛，让我来。鸡腿熟了嘛，这个嘛。熟了嘛，鸡装。可以。两个。锅熟锅。
搞上一碗饭吃去。老铁们，开饭了，给妈妈一大碗。这两天因为这个猪源比较少，找到也不多，我们就先留着自己吃算了。等过节度的话，我们再拿去卖。闻起来特别的香。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肉。本来说上交的，但是那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，还要等一周啊。哎呦，搞点那个青花加进去，味道更香。朋友们可以试一下。多喝水。光光吃这个猪眼和饭，有点点干。这卷子也泡饭特别棒着，这两天这个卷嘛，大家可以搞起了，价格比前久便宜了不少，估计再过过几天的话越来越便宜啊。卷被吃完了。再搞点来吃去。今天的视频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